你好啊，老大有了。我是空巴士中队领航长杨祝奎，向你问好。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们在一起打过仗了。我是一大队的大队长，掩护你们。对，你们打得好，你们保护了我们，我们进行执行任务才安全。健康长寿啊！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，真的越来越好了。你多保重，要保重身体。73年前，曾参加了大和岛空战，亲宁相见，非常高兴。龙年之际，祝你健康长寿，节日快乐，家庭幸福。